暴走桃林冲就在里面，山神在上，今日让天下人知道何为豹子桃林冲！ 军营蛮汉管家之下的老城营，老骑兵团的首胜手，人犯们在这里，就是他梁国侯练拳的武装子。兔崽子们，给我冲！这位就是京都八十万禁军将领林冲林战，今日我柴某雅兴大发，不如借此契机，两位教头切磋一下。 杀令冲，竟然火烧草料场！太尉是，就是天下事，太尉的命令就是军令。鲁子，林冲谋反，大逆不道，杀无赦！